สุภานุปัสสิงวิหารันตังอินทรีเยสุอสังวุตังโภชนัมหิอมัตตัญยุงกุสีตังหีนวิวิริยังตังเวปะสหติมาโรวาโตรุกขังวะทุพพลัง如果看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美丽的。有看到，这个也美，那个也美丽。即不守护诸根，也不节约食量，且又懒散，不精进修行，最终总将被摩罗侵害，如同不健康的树木。能被台风所卷走。相反的，凡是看六境色声香味触法，不是不美丽，是不美丽者，总守护诸根，知识量，有自信，会精进，摩罗都无法侵害他。如同石山的稳固，台风无法卷走它。今晚的故事是在佛陀时代，各位大德有三个兄弟，大哥名为大石玛哈嘎拉，二哥名为中石玛奇玛嘎拉。小弟名为小石朱拉嘎拉，这三个兄弟呢，他们是生意人，做生意。很特别的是，因为是印度的制度，各位。小弟呀，小石呢有两个太太，中石有四个太太。那问各位说，大石有多少太太？八位太太，这三位呢，每天做生意。有一天，大师看见城市里的人去听法，他也跟着去，就把货物托给两位弟弟帮忙做生意，自己就去听法。当天世尊是开示有关次第论อนุปปิกถา，就是布施的好处、持戒的好处。布施持戒后将往生天界，不过在天界那边还有欲知害处，所以要离欲出家修行。然后世尊也顺便开示四圣谛，但是大师还未证得阿罗汉，还未证得佛法。不过他听闻佛法后很欢喜，他就认为自己应该出家吧，所以他就回请求世尊给他出家。世尊就问他，你还有谁要去先告假吗？他说，我还有两位弟弟。他就回来跟二弟跟小弟告假。二弟跟小弟不明白，也不肯让大哥出家。不过大哥坚持要出家，终于小石就跟着大哥出家，因为希望在出家的过程中呢，出家后能劝请大哥还俗。所以朱拉嘎拉就一起出家。两位出家后大石很精进修行，小石不怎么精进修行。大石经常在坟墓地过生活。有一天在坟墓地有年轻的女士死亡，有人拿尸体过来，墓地管理员就去告诉大师比丘说：“法师，今天有一首尸体啊，你来看不净观吧。”不过大师一打开就发现，是年轻的，
所以就请墓地管理员先焚烧。好，你先焚烧，到时候你再来叫我过来看。墓地管理员就马上焚烧，然后过去请大慈比丘来观。大慈比丘玛哈嘎拉看尸体被火化焚烧到腐烂，到焦烧焦了，他就起不净观，然后心就静定下来，终于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大师证得阿罗汉果后，就发生了事情，因为大师跟小师的太太呀，想要令他们还俗，所以小师的太太就先出一个计谋，就请世尊来用餐。世尊回去后，他们世尊还没来后来时，他们就逼迫小时换衣服。你谁叫你出家？你赶快还俗！所以两位太太就拉扯，终于就把袈裟脱掉，换了衣服给他，叫他去见世尊。世尊就知道小时他还俗了。当世尊用完餐隔一天，大师的太太八位太太就想要当小时还俗，大师的太太们就想要令大师比丘跟着还俗啊，就出同样的计谋。当世尊用完餐后，就请世尊先离开，世尊您先回去吧，我请大师比丘先为我们祝福。大师比丘就留下来，其他法师看世尊离开呀，在路上就问世尊：“世尊，你怎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昨天呢，小时被两个太太呀逼还俗了，您现在呀令大师他留跟八太太留在家，现在不是被脱袈裟了吗？换了袈裟，换了衣服了吗？”世尊就告诉诸位比丘说：“如果看六境是美丽的，即不守护诸根，也不节约食量，且又懒散，不精进修行，最终将被摩罗侵害，如同不健康的树木能被台风卷走，就像小时一样。你们认为小时跟大时是一样的吗？”接着世尊就讲说：“凡是看六境是不美丽的，总守护诸根，知识量，不自信，会精进，摩罗都无法侵害他，如同石山的稳固，台风无法卷走他。”世尊讲完这番话，开示完呢，大师比丘因为证得阿罗汉果，看到八个太太又来把他的袈裟拿走，他就进神通显示神通，飞到天空，然后就回来见世尊，跪拜世尊的双足令在场的比丘们明白世尊所讲的大慈比丘已证得阿罗汉果，他是一位守护诸根者才能证得阿罗汉。所以我们今晚听到大慈比丘的故事，各位要抓到重点就是要守护诸根才能修行证得佛法的。